当你觉得心里觉得对某件事、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不舒服的时候，看着他，保持觉就行了，不要动，不要抗衡他，这是对的、错的，不要用头脑给他下任何定义，说这是对的、错的，这是好的、坏的，这个是佛还是凡夫，这个是欲望还是习气，你不要给他下任何一个定义，只是看着他，哎，就是他就是一个状态。它就是个能量的聚集，它就是个状态，它就是个气脉的堵塞，它可能就是粘连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粘，保持觉不要动。就是说，痛苦的最终的转化，就是我们内在痛苦和习气最终的消失，是来自于不生法相。不生法相的就是这修正呢，就是来自于你先无分别。就说比如说。我从哪个角度？比如说修耳根源头啊，就从这个角度。比如说你听，你是不过是看到了某件事、某个人，你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了，或者是你经历见某件事出现的时候你不舒服了，这个是一个看嘛。还有一个见，就是听啊，就是说动跟静，或者是你看到的那些事啊、人事，就说你首先是不分别，就是不分别呢，包括不分别自己的那个起心动念，因为你。有时候你是自然的，马上就起来了。看到红的我不喜欢，那马上就起来了，是吧？我喜欢黄的，不喜欢红的。那么一刹那之间一升起的时候，那一刻你不要去分，不要给它下任何定义，也不要去，去给红的定义，也不要给自己的状态定义。然后呢，就这样保持觉，它需要很长时间以后呢，然后呢里边慢慢的、慢慢的才能不生法相，因为你一看这个红的，其实里边已经生出红相来了。就关于红的所有负面信息，因为什么你会不舒服呢？当你看到一个红杯子的时候，你心里边因为这个红杯子而升起了，这是个缘，触动你升起了种种负面的不开心的事，那种境界啊，想起了那些过往的经历啊，想起了一些创伤啊、伤害啊、负面的东西。那么其实这些想起来的东西都是法相，就是触缘起法相。你痛，让你苦的不是当下这个红杯子，是你想起的那些东西，而这些东西是不自然的想起，马上就想起来了。那你首先保持不动，然后觉，就是先不定义、不分别，然后慢慢慢慢，有一天才里边不生。当你看到这个红杯子的时候，里边不再升起这些东西，就是不生法相。开始是从不分别动静，就是耳根源头不分别动或者静，动静二相，然后才是动静二相在心里了然不生啊。就是不分别这些的红的蓝的定义，不分别这个人是，然后才是这些四个人无法勾起你的回忆，无法勾起你的想象，所以这叫不生法。当你心里边这个达到不生法相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了真空的境界，回到真空的时候，你就能安住在如来的空性里，这个时候所有的烦恼和痛苦就不再出生了，就是你就会从彻底的从烦恼里解脱出来，就是达到不生法相，就金刚经里边说的。但是这个过程呢，先要从一个状态开始进入，保持觉，保持那个觉，不只是包括不定义外在的，也不定义内在的，就是这样，不定义那个觉是怎么样的，你觉知到什么了，不定义，你只是知道，你叫他小心眼也没问题，小心眼就小心眼，是吧？大心眼就大心眼，就不过就是大小的问题嘛，是吧？不过就是个起心动念嘛，没关系的。保持看着他，看着他就是修行，就像在闻声一样，听着他，噪音也罢，动静静也罢，动也罢，只是两个声音。你这边动静是本来没有什么的，你被他打扰了，是因为你里边生出了动静二相。其实动静本来无相，是你心中生出了关于动静的种种相、种种信息，所以被他打扰。人跟事无咎，人跟事他做呢，他是什么并不重要，是你心中生出了种种负面的信息，所以才会觉得自己小心眼、大心眼啊，怎么等等，并不重要。我们的状态是千差万别，我们的状态这一生，就算你一个小时之内可能呈现无量无边的状态，这些状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世界会呈现出来，并不重要。你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三界，我们是法界。法界里边天阴了黑了，你看一会儿天晴了，一会儿阴了，一会儿要下雨，一会儿刮风，我们的身心世界也是这样的。最终我们是不要被它打扰，我们的身心可以呈现一切状态，但心清净无染，就是不生，就是
我觉得不舒服好像是最容易表达这个状态的，就是没有东西可出声，无声，就正如无声法忍，这就是那四个字，就是没有东西从这儿生出来，但是现象还在那，但是你心，你的心没有东西，这个心已经平等无染，然后你就走遍法界，就是无处不在。这个需要一个方法，就不断的修。刚开始不行的，刚开始先是我们心在分别，一动一静心就分别了，动静动静，只要你一分别，法相已经在心里边生出来，喜欢静不喜欢动，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，喜欢红的不喜欢黄的，喜欢蓝的不喜欢等等等等，全生出来。为什么你喜欢黄的不喜欢蓝的，喜欢动行不？喜欢静不喜欢动？不喜欢并不是你不喜欢那个动或者那话，是那个东西能引起你一些信息。负面的或者是什么信息，让你不喜欢，那没关系的，这个需要很一段时间的正入，光说是没用的，光说它就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看到一个事情，我们能会那个浮想联翩，能把生生世世的那些信息抖出来、抖落出来，一个出源就完了，就全从小到大的所有的伤害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倾泻而出，一点点出源就全出来了。只要对着你那个钥匙，对着你那个锁开一下就完了，所有的委屈全在那。他不是说针对，其实我们不是小心眼，我们不是小心眼，只是我们正好对应了我们那个伤疤最痛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你不，所以。其他有些东西，有些人觉得，哎呀，我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我无所谓的，但是恰恰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们怎么就较真上了？因为在那一刻你还没毕业，那一科目你没及格，在这一刻我们一直在学习，所以我们成道就在这一科目上，就是别的都毕业了不算了，就这点不行。当你当下觉得小心眼的时候，当下行，当下保持觉照，马上入定。马上静坐，马上坐在那儿，马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茶水上。当你觉得心里已经浮想联翩的时候，马上把你的意念跟专注力转移到活在当下，用当下这种来当下的摄受来清理那些信息给你带给的影响。然后呢，当下就去，因为当这一刻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这一刻什么也没有，知道吧？这一刻除了我跟你聊天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那么。这一刻，所有过去的、未来的都不存在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它在消失在风中，未来的还没有来。那么这一刻，只有茶水，只有茶杯，只有我跟你，只有在座的诸位，然后还有一些有倒茶的，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在当下，这个是最快的。牵引回来，既然有东西在牵引你出去，那么让自己让茶水牵引你回来，那当下的这些。吃喝拉撒睡，当下的这个行为牵引你回来，然后因为这也是一个修行，你牵引你回来就是，你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知道清楚的，然后摇摇头，看到眼前这个茶杯，看到，然后品到茶水的味道。有时候心里不舒服，你可能喝的茶水都是苦的，没关系，继续品，一定让它品出甜味来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让你的心态回到当下，回到当下，喝水，看茶，然后去看谁在泡茶，周围的人的状态什么这样子，努力的从这个世界生生世世很多很多行为、很多人、很多事的概念，这些很多概念的这种状态里边走出来。